亲爱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四章，我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有一日，那人与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创世纪的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的人类史上的第一个谋杀案。可是为什么会杀害，而且是自己的兄弟之间的一个谋杀？该隐做哥哥的把自己弟弟亚伯给杀了，为什么会杀？看起来是因为是上帝喜欢弟弟亚伯的献祭，不喜欢哥哥的献祭，只是因为如此吗？只是那个奉献祭的本身的那件事情吗？我们常说创世纪，你在读的时候仿佛在读你自己，我们常常要自己来检视我们自己，因此这个经文当中也看出一个献祭的真正的含义。当上帝他选择他喜欢的时候，这个该隐他就非常的暴怒了，而这个暴怒可以想象得到是非常的明显强烈的。然后这个当中其实上帝也出面跟他警告了，我相信那个时候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就好像上帝跟亚当跟夏娃他们彼此之间在花园当中一定有很多的时间常常在沟通讲话的，甚至于亚当夏娃他们两个犯罪的时候被上帝说你们没有资格再继续住在伊甸园，而他们觉得自己赤身肉体是羞耻的，上帝亲自也给他们做了衣服，用树叶做了衣服给他们穿上，多么体贴的画面。因此上帝还是可以跟他们所生的孩子沟通的，很亲密的可以讲话，而神就跟着该隐说了，说你为什么生气，你为什么变脸色，下面这句话注意看了，你如果行得好，难道不蒙悦纳吗？你如果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面前呢。换句话说，上帝在讲的一件事情是平时的事情，而不是指那个献祭的本身。这让我们看见献祭这一件事情是要看另外一个角度的。为什么上帝会喜欢亚伯的献祭？亚伯的献祭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献的是羊群当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当时还没有立位祭，也没有出埃及记的这个记载，没有讲到有关于献祭的内容，没有，完全是人本身亚伯跟该隐非常自然的对上帝的献上。哦，这就讲到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亚伯是怎么样看上帝这件事，怎么看献祭这个事情。我们常说一个人会感动到一个人，往往在送礼物当中可以看得到，因为送礼物本身可以代表一个人的真诚。我们如果喜欢一个人，看重一个人，我告诉你，这个礼物本身通常是很重的。即使是谈恋爱的一个男女双方，即使他礼物本身虽然是很轻，可是对方会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礼物本身是他非常刻意去准备的，非常细心去准备去拿到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只有对方能够懂，而上帝懂，上帝看得见亚伯这个弟弟他的献祭本身。因为他怎么讲呢？他拿出的是他羊群头生的，他拿是羊的脂油献上的，也就是说他准备给上帝是最好的，这个事情是最好的，
我尽我的本分给爱我的上帝，给他最好的。那么亚伯会做这个事，一定是平常他就已经对上帝有不一样的看法跟态度了。但该隐呢，我们可以讲比较轻慢随便，他是一个冲动的人，他内心当中已经早有这样的一个嫉妒的心了，就开始生出来了。嫉妒就是如此，就是见不得人比你好，只要上帝喜欢的超过你的话，我就开始不高兴了，这就是嫉妒。而上帝为什么不喜欢，就是你平常就是对我的很轻慢不看重，你可以献上更好，为什么不做呢？随便的就在这个生产的当中，种地的这个生产当中给了上帝，倒不是上帝喜不喜欢这个牲畜高于这样的一个啊谷物或者是农产品，不是这个态度的问题，而是上帝平常就已经看见了。这是代表两个人生观，一个对上帝非常的敬虔，一个是非常的轻慢。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严格讲起来，我们都在教会当中听从神的话，神的话语，有的人他就遵从了十分之一，可是上帝喜欢你不是数量的问题，不是 quantity 的问题，是一个品质的问题，是 quality 的问题。如果说我能够尽上我的本分尽力，我应该要尽力的，而这件事情神看在眼里。亲爱弟兄姐妹，祈祷我们也会做，禁食也会做，施舍也会。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在跟耶稣对话的时候，常常是把这个事情当作是说好像很容易做的事情，没有错，禁食祷告跟施舍本身是一个金钱的事情，可是它的背后本身是一个夸耀的，是表现出他的成就。那真在神看来，这个完全是不真诚的事情，上帝反而不给你夸张，不给你夸这个奖励。所以啊，在人看来觉得是很好的事情，在神看来是不一定的。这个时候上帝早就警告了该隐，他非得生气，他说啊，你如果行得好，难道不可以抬起头来吗？你如果行得不好，罪就在你的门口等候你，也就是说罪要缠着你，愤怒再加上愤怒再加上嫉妒，到最后要找地方来宣泄，只好把你给摧毁掉了。亲爱弟兄姐妹，要小心，我们如果要脱离这个被嫉妒的捆绑非常重要，因为嫉妒像癌症一样，它会缠入到我们的心灵世界，会让我们的内心的骨头越来越溃，越来越溃烂，哦，它让我们里面没有这个爱弟兄的心，只有恨。但我们怎么操练呢？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常存感恩的心，知足就够了。一个人不知足，常会不感恩，不感恩就很容易嫉妒。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别人他的特长，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一面，如果上帝让对方，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他能力比你强，你可以欣赏赞许他，但是我本身也不因为这样子而变得我没有任何的长处啊，有，每一个人都有，你可以好好的发展去发挥，一定都有的。愿上帝在我们这个经文当中学习两个最后的功课，第一个常常感谢上帝，第二个学习欣赏别人。阿门。